王志新是左手横板弧圈结合快攻，而薛飞呢是右手直板，看看今天能不能有好的发挥。好球啊，运气不错，据点来了。球啊！那郑浩薛飞拿下了这局比赛，整个还是在薛飞的控制里面，比赛的胜利。哦，这球居然拉上来了。还算稳定啊，但是往这儿打才能有希望啊。好球，这个电线处理好。哦，没错。又是正手没拉上，漂亮！好球，这边反手也给。运气不错，往过去了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嘉宾呢都去前方了啊，后方这个二号台也得有人照顾。哦，比较长时间的队友，然后配合啊比较默契，双方的关系不错。好球。好球，连对张志新来说压力比较大。今天薛飞的状态是正手的拉球，这样呢，薛飞是拿到了2-0的小局。第三。哎呀，这个反手啊，干净！整个从今天的整体的比赛来看啊，心态都不错。哎呦，连续反手，这次是正手侧身，好球啊！
漂亮。反手失误。哎，了，漂亮，还是拼前面。哦，两场比赛到了这局比赛的胜利。薛飞在今天的表现，王志勋的失误是送给薛飞三，非常好，非常出色，越打越自信。